我们上大屏幕了！哇！追我，追你，我追你啊！哎呀！哎，不要出手！不要出手！怎么？为什么这么远？哇，这是个圆的草地啊！ 跑过来已经用光了我们的气儿了，不行了，已经没有。这对于老年人已经不行了，您可以结束游戏了，游戏已经结束。啊，好累啊！我看这个气球摆成这样，不会是要那种折返跑吧？欢迎大家来到墨尔本板球场。 现在，请来领取 OPPO 拍照手机，查看你们的任务。兄弟们，我是依依。跨年之后，我们又见面啦。今天由我率先来为你们发布第一个游戏任务——游客拍不停。大家要快速找到屏幕上面显示的气球，然后在快门按下的瞬间摆出指定 pose， 获胜的那个队就可以拿到一张投票卡。加油啊！我的天，这跑死了。 但是我不敢 kiss 怎么办？不是 kiss。恭喜你，你那么搞笑，怎么想干嘛？没有，你想干嘛？我保护你，拜托，我保护你。没有，我觉得是需要的，我觉得我们每一组都要 kiss。 你今天是很便利是吧？我每一组都要，我来很便利。对。 第一轮，我们指定的动作是在举起空中做鬼脸比V字。比V脸，比V字。我以为脸上要做成一个 V 字，那好难啊！他可以啊，做一二三。我真的可以做成 V 字来。啊，我也是有V。你刚做那个完全是两个烟囱，然后全是鼻毛，你知道吗？ 两个烟囱，现场准备，预备。看球，看球。你这飞的比较高，是不是那边？再来一次吗？那个不是，不是，斜着的，我觉得那个斜着的，非常斜，那个对那边。 这个，过来！那个，我不能，啊，那边啊！我整个人好能跑，快跑！快，前面，前面！ 鼻孔，等一下，你抠我没有，你是在抠我。等一下，他的手已经抠过别人牙了，抠我的牙。谁抠他的牙？然后谁抓我的头？啊，我低估你了，你好能跑啊！刚刚那输赢是不重要的，但何穗跑动过程中，我说了一句话：陈赫，你好能跑啊！哎呀，这输赢已经不重要。 知道吗？真相跟秘密在一起。他都哭了，何穗，他不说话。没有，你看他从节目一开始，他一直在捂。而且后面又说了一句：“我低估你了。”你好，跑的能跑啊？陈哥，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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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哥
对哪儿了你？你干什么对哪儿？
小鹿是第一个找到的。对。但是我们这个节目不是玩第一个找到，一个人体保龄球直接过来把我们撞飞了。但你看李晨那手呼的，你看我呼成那样，我还在毕业呢，被一巴掌呼瘪了一样。什么叫巴掌脸？我就是标准的巴掌脸。好，那你这个就这个，这个好是。不是不是，我们试试看这个。是是是，对，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，不要踩。找到了找到了。好，小鹿小鹿，快点。哎，哈哈，我们来干扰他们。哎呀，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，啊，没有用的。弟弟弟，前面前面，小心！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！快快快！耶！我跟俊凯，我跟俊凯，我跟俊凯。哎，蓝心，你就差一点，跳起来一点点就有了。差一点儿，对啊。蓝队去哪儿了？唱歌的你的歌吧，王祖蓝赢了，我们有了。这一轮祖蓝和亚楠获胜。耶！第二轮的动作露出五官微笑。那陈赫本来他有六官怎么办？还有什么牙床？牙床。缺别的一关，你都有一关顶上。好，慢慢来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小鹿那边，小鹿那边。耶、yeah. yes. ！最后一轮的动作是贴脸微笑。上啊！叫他，叫他，叫他，叫他！大家一起好吧，大家一起好吧。对呀、啊，叫他，叫他。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轮的照片。有了啊，有了啊！耶！恭喜郑恺和熊黛林在刚才这一轮里面获胜。